谁啊？在吃我的闪电？嗯，补爽了没？让你尝尝宙斯的闪电，还往后丢给你看，丢，哎、欸，拜托让我死吧，不要再补我了，求求你，哈哈哈哈，跳dancer啊！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Lauto Old Man。今天呢，继续来玩我们的超写实战场模拟器吧。哇，我们终于又回来玩啦！哇，好吧，那么呢，我们接下来是第二张地图的第二十关开始吧，还是第十关？哦，第十关开始。哦，我们后面呢还有非常多的关卡要进行哦。我不知道这个第二张应该是说第二张地图。哦，要玩到什么时候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尽量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开始吧。那这一局的话呢，好像 我看一下哦，有七只原始人狂战士跟七只维京人狂战士。我们来看一下知道怎么打。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身上这边总共有4200块钱，召唤两只宙斯会怎么样？哦，我有看那个观众的留言呢，有人说哇，其实宙斯真的很强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哇，哦哟，中间当肉盾，直接硬劈，好，然后我输了，对不起，我错哦，这个场合不太适合使用宙斯。我们用牛哥要不要？不要好了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玩。蹦蹦车四台蹦蹦车行不行？啊，哎靠，别按错了，四台蹦蹦车，我们来开一下蹦蹦车吧。抓，撞死他们！啊，让他们知道我们蹦蹦车的威力！啊啊啊！干翻车了！哇、哦，撞得好，撞得好，嘿，输了，哎，对不起，我都在乱玩，我的错。啊、哦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数量还是要对等的哦，不然根本没办法玩哦。来，我们全部都是弓箭手，这应该稳赢了吧？各发一箭，死的差不多了，有没有？有，远距离就已经先杀了一群了。我现在发现，哦，没有，我看错，我想说。这群维京人居然有奶头，没有啦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维京人有奶头，吓死我了。哦，还是弓箭手大军最强，我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好恶心哦，为什么这眼睛长这个样子啊？欸，是不是我每次所召唤出来的生物啊？哦，应该说不是说生物，说这是人啊，这个体型种类都会不一样，这是故意的，是不是？对，你看就这只，我靠，超特别的，吓死谁啊？啊，稍微不管了。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一模一样的、欸，因为这种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因为上一次发生的时候，是有观众跟我讲说，老头某一个原始的头型超小颗，然后我看到说，哇，真的呢、欸，那个头型怎么这么小？哦，这真的是不止一次发生这种事情了。所以说，由此可见呢，可能真的啊、哦，他们会随机哦，体型跟那个大小会随机啊，不然哪天弄出下面很大一只的也说不定啊、哦，到时候有的拍给你们看。好，然后这只是草叉农民，然后我们用一个100块钱的中世纪士兵好了，要不要？还是跟他一样是草叉、啊？算了，中世纪士兵好了，因为我们的库存也只有100块。开始，叉！哦，莫名其妙赢了，仰天长啸啊啊啊啊！我的好长，这样子有没有？这个画面是表示说，这个蓝色的呢已经被干过了，然后说这个左边红色的仰天长啸，哇哈哈，被我捅死了这样子。好，我已经解说这个情境了，哦，有没有像？应该是非常的像吧？哦，不是吧？镰刀哥、欸，镰刀哥血厚攻击又高、欸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要用魔法了。他给我8000块、欸，这要怎么处理啊？我想想，一堆牛，哈哈哈，不行啊，算了，我们就靠呗，冲下去就对了，冲啊！哎，为什么不冲？你们的技能呢？为什么会震动啊？超自然震动，牛死掉了。
完了，剩一只了，完了要死了。哎、哦欸，不会吧？要赢了？我靠！我好残忍哦！哎、欸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欸、为什么这一群牛不会用那个啊冲刺攻击啊？然后再重来，会不会是因为太近的关系？会不会是因为太近的关系？哎、欸，靠，要按错，再一次。远一点，他是不是就会撞了？应该会吧。哎、欸，怎么不会了？哎、欸，技能呢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被改掉了吧。哇，这次怎么是一面倒啊？为什么这是一面倒？刚刚明明就差点就要赢了啊！算了，换只换只，好不好？这个维京人行不行？超屌维京人！跳飞跳飞跳飞维京人，赢了赢了赢了！哇！哦，砍到砍到了，快点使出你的完美回避！我输了，我就不相信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跳过去就对了。啊！哇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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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看一下有什么。一二三四，四只宙斯会如何？哇，强哦！可以可以可以，这个有机会。快点电死他，电死他！连续闪电，哇，直接死一只宙斯。算了，不行，还是我们要拉远一点。我们拉远一点看看好了，因为他这个。宙斯的闪电距离是不是可以从远地方看？走路一定要这么恶心吗？我扭屁股这样子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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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结束他们，结束他们啊！好，算了，打不赢，我们的狂暴维京人也赢不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会飞的哈维，哈维冲过去。哟！我靠，翅膀直接断掉了，这个哈维攻击实在太强了。看来这是你逼我的终极死灵法师，配上我们的小象邦邦。哈哈哈！原来大象超兴奋的，有没有？靠过去！哇哇哇哇哇哇！哇，这个可以耶！变变变变变变！哎，清的好快哦！但相对他们也清的很快，我们的大象死掉了，出不到他、啊。哎，直接拿那个棒棒把他敲死了。哦，全部打一个，全部打一个，有打到吗？哎呦，再就这群，完了这边三只，那这在干嘛？脚开开。哎呀，还是差那么一点点啊！我们后面要稍微换一下了，看一下后面换什么比较好、啊。我们现在1870，换一下毒的弓箭手如何？射射射 ！Yeah！ 哦，长矛像超强，撞上去，撞上去，用你的长牙敲下去啊！等什么？死掉了啊！继续射那个蛇，哇，又全部死光了。太难了吧，这一局有点难打，这要怎么对付啊？奴车四台，好，我们用我们的喷身，喷身冲啊！啊！喷身，你知道我的厉害吗？有、欸、没有？好，挂挂挂！哈哈，再来再来，这个距离可以再多一发，让我们知道谁才是老大。哇靠，这真超强的，这个拿来原来是拿来对付镰刀哥的、喔。哎、欸，快点快点，你要死你要死啊！要狙了，快点快点快快快快！
飞呀、啊！哟，我靠，飞超远，剩你了啦！你还在看什么东西？你没有看到三只在那边对着你吗？你还在那边打哈哈？啊！我靠，睡不到哎、欸！我去！Oh my gosh！ 赢了，原来用弩炮车就赢了，终于下一局。哇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问他怎么超越线的啊？不公平啊！啊，这样越线的我们怎么玩？他这个设计怎么奇怪啊？4000块是吧？这是要派出我们的镰刀哥啦！镰刀哥对付你们绰绰有余。来看一下，砍！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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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！我要狙！啊，我大概知道了。这个的话呢，我们可以用药水攻击三个，好、哦，然后呢，有一个是这个吗？月丝放在这里，把他们引下去，应该行吧？两只月丝站在这里，可以暂时把2-3只引下去，应该是有希望。好，我们现在剩下1000多啊，这边放一个投石车，再剩下2110。2110的话呢，盾兵阻挡在前好了，有没有机会？那、啊、为什么投？为什么投那边啊？全部搞在一起、欸。哇，我们盾兵他妈超强！我靠，这一个炸，超级飞天！快点狙丢狙丢 ！Yeah boy！ 哇，哎、欸，这个配置超屌的，有屌到投石机，哎、欸，丢到了，投石机丢下去就对了，还等什么？你的投石机快发挥你的功能啊！完了，它还在运转。哇，这么靠近没问题吗？他们炸到自己，哈哈哈哈，他的药水喷到自己了啦，智障啊！然后解决了，哇，这个莫名其妙，哈哈哈，很可以。啊，下一关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还没有敌人啊？还是全部都躲起来了？这一局敌人在哪里啊？啊，看到了，在上面啊！靠，这长毛也太长了吧！那我跟你一样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他有这一只？为什么他会有这一只啊？这只长毛来自哪里啊？这要是罗马，该不会是这个吧？哎、欸，不够钱哎、欸，我只有100块哎、欸。当，嫩，居然这么的轻轻松松，好哦，莫名其妙过一关了，行。然后呢，哇，全部都是盾哎、欸。我记得这样盾的话，其实就很好解决啦。盾的话，一张投石车基本上也是稳赢的。不然的话，就是用我们法师好了。他那边给我4000块嘛，那我们就一排法师，啊，一排投石兵完成，飞起来喽！飞起来喽 ！Yeah！ 哎呀，快突死他，国王！国王的血很少啦，应该很快就赢了。快点投上！我靠，我靠，一刀一只，我靠，有点猛。快点做攻击！别 ！No， 我要死了。啊，投石兵弱弱的，我们知道怎么处理呢？1000块可以干嘛？1000块哦，这个好不好？战船。扎自己人了，白痴哦！哦，形成一个很好的空间啊！这个脚在干嘛？这样他就过不来了，很可以。哇，国王上来了，炸，炸他，炸他，快点！不要拿动，哎呀，洗吧。这个战船呢，我觉得要放这里一点，嘿，没问题。呀，碎啦，放。对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。没错，这样他们就暂时过不来。
好，再一波，再一波，突死他！快点围殴国王！哈哈哈哈！看围死他，还在等什么？拿你的那个骷髅头颅去敲他！哎，大龟，干！我靠！哇，快点突死他！别突他！别人讲屁话，放你的魔法，你现在拿棒子往后靠自己后脑勺干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！好的，看来这行不通的。哎，这时候呢，这就要我们出勤，我们的药水大师还是这个啊？这不够，药水大师加油！哎，捣乱他们，靠呗，那四只全死了啊！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打输了，打到自己人。OK， 没问题的。OK， 这边站两只好了。丢，哎，这样就妥了，妥妥当当。快放你的魔法、啊、！Are you waiting for？ 快点，丢国王，丢国王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丢国王。我靠，要全死光。国王算有中吧，只是他不会变绿色而已。你回不到我啊！我死了，你回到我了。别！看这国王他妈超硬的。这时候呢，开出我们的蹦蹦蹦蹦歌好了，好不好？冲下去就对了，一路向北，一路向北，妈冲到国王那边。来一个180度再撞一次，对，撞死他，哎、欸，没有错。好，我们死了，没关系，他已经帮我们挡了10秒了，我们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有了，有机会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，笨国王，哇塞，插死他，插死他，快使用你的魔法，妈，靠他快点。他拿那个打人蛮好笑的，你们狂敲他的脸，滚，看你别近战法师，哇，完全打不到哎、欸，哇，我超会闪的，我靠，我根本就是，哇，看这怎么玩啊？该不会我就这样赢了吧？把他推到水里，把他推到水里，哦不，怎么会这样？那血也太多了吧？这到底怎么打、啊？哎呀，这个怎么玩？奴车，奴车应该是一个好选择啊！试试看，彪，蹦，蹦，完全没射到，好不好，哥哥？射国王，射国王，不要射我们这边的人！完了完了，感觉不太妙！射国王，射国王，看老师你射错了！射国王，射国王，快点！应该有机会，哎、欸、靠，要躺了，又要输了，又要输了，换个位置好了，放这里。我觉得直接射国王就好了，在那边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射啊？来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这应该射到国王吧？求射国王，白痴吧，射哪里？他卡住啊，他不能转弯，他被这顶住啦。难怪，有机会，去怪怪怪怪，白痴吗？真的是白痴哎、欸！哦，受不了，在一点距离，我就去帮你放这里会卡住，好，会卡住，会卡住，这个已经完全被卡住了，看来只能放这里了。好，近一点没关系，至少可以转弯嘛，对不对？开，没有射到。有没有机会下去啊？我受不了了，全部都这个好了。妈，先试试看三台，靠下去就对了。行，再来，完了要塌了。开下去，我都要射到我们自己人了。
再一次，哇，软掉。哇靠，这个打老辛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林北这边召唤三只，然后呢，来，这样就对了，没有错了，就是要这样。哎、欸，我们三只就可以赢了，靠死啊！滚，滚，滚，滚呢？滚！你们回到。我抓我，哇靠到我了，靠下去，二打一不公平啊，二打一不公平，二打一不公平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知道这个战力之后呢，来，我们全部后面就是用法师炸掉前面那一点点啊，小兵先解决掉，顶住啊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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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顶住！顶住！顶住！靠下去！靠国王！靠国王！那国王超硬！靠国王！靠国王！有了！有机会！有机会！有机会啊！二打一啊！二打一，赢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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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赢！可以赢！哇！那个斧头已经插进去！哇！看这个。死得好惨啊！国王双重腰斩啊 ！Oh my god！ 那双重腰斩的国王死得好难看，终于赢了，打了这么久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哇，这是一堆补血的僧侣哎、欸，那这样很简单啦、啊，你补血的僧侣是不是？这样子的话，乌鸦。乌鸦战士，哎，这样子，我靠，狂补血超强，叫我们的乌鸦过去攻击，我靠，这个，永远死不了的家伙，那这也太好笑了吧，哇，好硬啊！不行啊，这样战力不够啊。我们剩下的应该要用那种，进攻比较强的，像是这一只。好，随便。哇，救世主哎，你这样子，大家都把力量借给他，这想必是绝对打不赢的啊。那我们就把旁边这些慢慢的一个一个敲死他。妈再补啊！妈补吃，再补啊！再补啊！再补啊！我、啊、这个要打很久了，这要打很久，这要打很久。要先把补吃清掉。我来看一下到底多久。其实如果我用那个会爆炸的，或者是用宙斯连锁伤害，应该会蛮快的。可惜我没有用宙斯，这一关搞不好就是用宙斯啊。好了，我用宙斯好了，其实是可以赢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试试看。你看宙斯走路超屌的，哇，这个很行。有没有？哇、哦，好爽，好爽！连锁闪电，丢他，然后可以劈到后面的人，他妈超爽！整个就很爽快，你看，你根本就是我的导电体，借刀杀人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想说他已经死，他有妈补哎，超爽的！你看那宙斯丢的好。丢的好挑衅哦！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吃闪电啊！吃闪电啊！啊，怎样？怎样？还没死是不是？啊，吃闪电啊！吃闪电啊！啊！干宙斯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人家只是人类，你是神，你这么欺负人，怎样？在吃我的闪电？嗯，补爽了没？让你尝尝宙斯的闪电，还往后丢给你看，丢，哎、欸。拜托让我死吧，不要再补我了，求求你！
跳 dancer 哦，拜托让我死了吧，别来扶我啦！哦，好痛啊！你们在虐待啊！让我死了算了吧！哦，感觉做事实在太危险了。我就看这一局杀完多久。拜托，店旁边那两只不要在那边。对嘛，这样就对了。哎，左边那个怎么那么硬啊？电不死哎、欸，好，电死了一只，那他也帮他补血，完了完了，这个局面有点尴尬了。宙斯，麻烦你聪明一点，你是全希腊的众神最大的，你居然不知道要先把两只真女给干掉，完了，我看得有点气堵完了。哥哥啊，他妈这到底要打多久？拜托，我觉得 ，What the fuck？ 再来一次，我就不相信。宙斯，你可以再白痴一点没有关系。你看又在那边，啊，受不了！快点把他们电死啊！怎么啰里吧嗦啊？快点！少了没给我唧唧歪歪，给我啥啦？哎呀，那个剑怎么跑到后面去了？他这样办法挥刀吗？我靠，这个爆炸威力有点屌。啊，我人呢？我人跌在地上了。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哦，有了，这个应该赢得了了。啊，为什么都不垫他垫旁边的？小废物赢了，刚他啊啊啊！终于啊 ！Oh my gosh！ 天啊，这宙斯实在是有够蠢的，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啊，烦死了！好啦，有点累了，先休息吧，好吧。今天的系列差不多先到这里了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系列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啊，告诉我你想要继续看下一集。哎，老头呢就会继续拍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一次超写实战场末期再见面了，拜拜。